武器又是护魔，怎么每个人都有护魔啊？还有阴品，可恶，就我没有。哎，好可怜的舅舅，摧枯拉朽。要的话不做啊，40万，这个还好。要的话肯定要自己做啦，对吧？团子牛奶今天没进来过吧？还有二命万叶，这个字念啥？竹啥？竹音吗？还是啥？我不太懂。哦，他的面板还可以啊。再吃个药，他40万，给他破个40万的记录就行了。武器护魔之杖，圣遗物采纳的是魔女四件套，先把头换了。不如去我那儿喝杯茶。这个不错，还有68的精通，好用。哇，这精通有点高啊。生命3万1，精通基本上是合格的毕业面板的一个胡桃啊。我去，这胡桃真爱出吧，怎么这么多圣遗物呀？怎么你刷这么多魔女啊？来，魔女爆伤优先，能不能堆到啊？已经是最好的都给他了。求求病了，求求瞧，三全是魔女啊，精通。他带的是啥？生命。火上面应该没有几个。啊？这魔女得做了半年的牢吧？二求求瞧，三求求菜，要四精通。生命暴击率也是好，给他打，就先这样吧。武器采纳的是护魔之杖啊，这边天赋呢也是满级的天赋，他之前40万，给他破个60万吧，也是轻松60万的。一边合成一边刷，这个再吃一份，然后我们再吃一份。这个增加双爆的药，不如去我那儿喝杯茶。跳一下，消化消化。这团的牛奶，他莫娜玩的超级好，有团的牛奶辅助你。如果能上80万，我给你打散兵啊。如果上80万，就给他凹下散兵啊。哎呦，可恶，又想奶我。这班尼特跟我有仇，新哥的班尼特呀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好像少吃一个药，没有吧？管他少吃哪一个，全部再吃一遍。啊，就是少吃了那个药。哎呦，住手！等两秒钟，等。有大家在身边。快！快一点或者慢一点。完了。显现，野火燎原。嗯。漂亮，95万。哎呀，95万。如果我不给他突破100万，耗子会不会恨我呀？可他提了50万，90万7000，你说强不强？就差5万，我们就不给他打，怎么样？好坏呀，你这个人！看药有没有，还有没有药？有的话给他凹下散兵。1、2、3，火伤药。火伤药增加双帽的药还有一份，好像这个只有一份了。求求病了。二求求生命药好像没有了。求求菜，要四生命药呢？不应该呀，我记得我做了好几份啊。面板太强了，是的，散兵绝对能破100万。你看这个面板非常恐怖，299.7的一个爆伤。没散兵，他伞兵应该开了吧。太阳出来我晒太阳，月亮出来我晒月亮。哎呦，我都已经做好准备给你打的了，你伞兵呢？杜里谷，可惜了，那就没得打了呀。